外媒报道，原计划今年七月开始制作的漫威限定剧《鹰眼》推迟拍摄，如今已被无限延期。尽管还没有敲定具体什么时候再开拍，但今年已经没戏，很有可能明年才拍。与饰演凯特·毕肖普的演员海莉·斯坦菲尔德的档期冲突协调不过来有关，漫威又不想换演员，所以还会与海莉·斯坦菲尔德沟通协调更多时间安排来调度。